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寻找意义的旅程，光命定的伙伴。哦，福德生龙哮犬升华一的关卡示范。哦，基本上关卡不难哦，所以就是直接就冲了。自己去锤他。基本上共生就是一起打，基本上血量因为我知道，所以就是先给他扣一点点血，再来扁他哦。现在没办法做全体。血量好像记错了，对不起。不过一样还是要死。五星，五光，五光，五星，基本上现在是有了哈。五光五星五波比。共生哈，血量都是一定是都是那十万以上。那我们就是一样用全体攻击啊，这个做这个四刀。旁边两滴，这次是四滴哦。基本上我现在打了他也不会有感觉。要打了他等一下就要再帮旁边那两只复活。旁边两滴，中间四滴哦，所以现在就是各一滴哦，再打这一只，没有攻击我们自己转哦。这时候不要做全体哦，等下再做全体哦，这样就 OK 啦。好 ，KO。好，以上是这个哮犬升华一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